珠江口两船碰撞事故又救出七名遇险船员。27日在珠江口发生的两船碰撞事故，今天救援现场救出七人。经南海救助局和广州打捞局潜水员联合搜救，28日下午1:30，潜水员在二舱室救出第一位生还者，下午4:39，第七名遇险船员获救，目前救助还在进行中。船只遇险时有14人在船上，两人当场获救，12人失踪，目前已有9人获救，还有5人失踪。记者赵文君。